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自己炖的这个红烧肉，好吃，炖的粉皮，麻辣萝卜干。一点都不腻，拜拜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中午晚上没什么胃口，简单吃一点。扣肉、黄瓜皮跟鸡爪，
今天我们吃这个茶树菇炒肉。配这个毛豆炒肉。老香了。剁椒莴笋。这个菜好下饭，拜拜。